Hello。我怎么是用的流量啊？等一下哦。不是校服，这个是，我去年在韩国买的衣服。哎，感觉好矮哦。去拿个凳子过来。因为我手机没电了，然后今天只能在这边，不能在桌子那边，只能在这边充电。然后，哎，突然又觉得好高哦，太高了。就这样吧。那个，今天本来说要开情感节目嘛，然后但是那个一个是因为今天太晚了，然后而且飞机误点了，然后还有什么原因？对，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只有一台手机，我的那个手机没电了，而且我落在上海了，结果就没有办法，就是一边直播一边看那个那边留言什么的，所以今天没有了，什么都没了。只有在这里干说，你们就自己，哦呦，只要我只要一过来，就有人问周刊什么时候更新。其实快拍了，我记得是快了，但是，通告上面写的是暂定，所以也不一定。哦呦，我的天！这大皇冠，戴上，戴上，怎么变成荧光棒了？看看今天熬个什么造型，给你们炫耀一下，我刚刚搞的纹身贴，可爱吗？好喜欢。我那个刚才小豌豆过来跟我那个就是对那个流程的时候，然后给他贴了一个，然后又给我那个小助理贴了一个，给小豌豆也贴在这个位置，然后小助理贴在这儿了，而且助理说那个过两天我回去在机场的时候，然后他要把它露出来。因为现在是那个什么嘛，现在是春天嘛，然后有可能穿长袖。然后他说，过两天那个去机场的时候，他不要穿长袖了。然后见到粉丝之后撸袖子，把他那个纹身贴露出来，说：“这位同学不要打人。”不过他那个图案比较好看。我刚才，我刚刚想试一下，看你纹身贴。这纹身贴好贵的嘞，25块钱一版呢。喜欢喜欢，看看有哪个很喜欢的吗？我想贴脸上试试，贴脸上你们觉得怎么样？不是非主流好吗？我觉得很好玩，就很好玩，很好玩，你们懂吗？那种好玩的感觉，贴额头，
洗不掉没关系啊，反正洗不掉就洗不掉呗，就戴在脸上，很好玩儿。我很喜欢贴纸类的东西，怎么样？还不错吧？贴牙上，贴鼻子上。反正过几天也可以洗掉的，反正，除了明天之后应该就没什么事了吧？明天几号？今天，明天几号？洗得掉的吧？用那种酸性的那个东西。啊，八号、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下个礼拜应该没什么事情。用康王洗。16号有什么事啊？16号早就能洗掉了，好吗？这个东西只能维持三四天的样子。我看上面写的啊，没有写，保质期3年啊，它。应该是保质期哦。纹身贴还有保质期啊？应该不是吧？怎么，如3年之后它会风化掉还是怎样？它 这上面的介绍很有意思。哎，跟你们讲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昨天我那个，我还没想说，我就很想笑那种。那个，昨天我妈妈过来了，我妈前天就来了，然后昨天找我妈去那个就街上去市中心，就去尖寺嘛，完了之后。那个，我从，住的地方打车，然后打到静安寺花了73块钱。然后昨天我那个在车上睡着了，在车上睡的就蒙了蒙糊的。昨天起太早了嘛，因为去驾校了，学车去了。然后，下午去找的我妈，在车上睡着了。然后司机到了那个九光门口了，把我叫起来了。把我叫起来，说小姑娘叫那个到了，然后说那个73块钱付一下，然后拿手机付的嘛。我当时刚起来，我特别特别懵，然后我就付了她37块钱。然后最搞笑的是，昨天外面上海下雨嘛，然后我一看，那下的也不是很大，但是我又不想被雨淋到，然后我下了车之后拔腿就跑，就往商场里面跑。然后，好惨。然后司机把我，他一看我跑，然后司机一下车也跑，他追着我，追我追到了商场门口，然后就把我抓住了。然后说："小姑娘，你钱没付掉啊？"你知道，当时我好丢脸，好丢脸，真的觉得。然后旁边的人全部都看着我。好丢脸呢、是蛮尴尬的。我真的下车，我为什么要跑呢？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太可怕了。我们来贴个试试看吧。贴这儿怎么样？
我真的好想贴脸上，我现在已经抑制不住这样的冲动了。贴这儿，好像纹身很少有人纹脸上啊，要我就纹脸上。你既然纹身的话，想让人看到的话，你就纹脸上好了。我不要纹身，反正贴纸还行，真纹的话就不要了。我以前那个上学的时候，在那个，你们有没有就是在手上画画，在胳膊上画画什么的？然后我以前就拿那个油性笔，然后在那个胳膊上，就在这个地方上课的时候就画，然后照着那个我书桌上面的雪碧的那个那时候没有二维码，条形码，然后就在那里画了一整个条形码，然后把数字写在上面，好像好像。要是放在现在的话，就可以扫码了。哎，打嗝了。画什么画？画条形码？非主流什么非主流？我只是觉得自己画的好玩而已。画手表没有，没有像你们那么幼稚无聊。对，是有人纹条形码的。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事情，就说以后我们那个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就在身上纹身，纹个二维码，你知道吧？把那个我们微博、新浪微博的那个链接，然后，皇冠会掉，就把新浪微博的那个链接纹在身上，纹在肚子上，纹好大一块那种。然后到时候，反正我们总穿露腰的衣服嘛，那就这样。纹在这里，怎么样？纹在这里。然后到时候我们演唱会的时候，你看，那个，就是如果路人看到我们，然后不知道谁是谁的话，就直接拿扫码，拿手机啪叽一扫，扫完就知道是谁了，多好。也可以做个这样纹身贴啊，我到时候就，反正在机场，哎，在机场的时候特别特别尴尬，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人家拍你，然后旁边的人就说谁呀？而且说好大声，谁呀？谁呀？什么明星啊？我怎么不认识啊？我到时候我这样过去，扫码呀，扫码呀，扫码不，兄弟。纹脸上怎么样？纹脸上，看着人就想扫，人家可能以为是微信号呢。我头发长得快吗？我觉得不怎么快。我刚剪的时候剪到哪儿？那这儿差不多。你看，我大概就长了这点儿，快个毛线！我还买了那个生发，我买那个就是日本有个长头发长得特别快的那个东西。我胖了，你开玩笑，我胖了。这儿有没有秤？我称一下。我觉得酒店的秤好像一直不太好使。你看我才14.2千克，试一下。天呐！他为什么数字一直在动啊？是我体重在上下浮动吗？胖个毛啊！我的天，
真的是疯掉了！我穿这么多衣服才40.1，我真的好想上80斤啊！我真的好想上80斤哦！我记得我刚进团的时候还80多呢，而且我有的时候还上。我有时候还上86，我最胖的时候，大概是在，我们那个时候跳，B5 的下一场 K 几嘞？K 几 K5 的那场公演，跳逆流而上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最胖的时候。然后，而且我一般胖都胖在腰上，胖在腰上，然后。就是你们就经常觉得我腰上有肉嘛，但是现在比以前真的是好了不少了，因为我以前超级超级能吃，然后现在你们看到我腰上有肉，实际上是肋骨，你看我的肋骨在这儿，因为我腰长，而且我肋骨也长，我肋骨在这儿，完了之后我们一般做出来的衣服。都不是在我腰上，都是在我肋骨上，然后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裙子在这儿，然后肋骨在这儿，所以我有的时候凸出来好难看呢，我的天，像排骨一样，不喜欢这种感觉。我真的就是从大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特别特别想长胖。而且我吃了好多，但是我越想长胖越胖不起来。糖醋排骨，练腹肌啊，我练不出来呢。并不想练腹肌，觉得怪恶心的，不是说练腹肌怪恶心的，是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腹肌怪恶心的，本来就很瘦了，然后还搞腹肌，我的天，瘦那么瘦还要有腹肌，就是别人有腹肌蛮好的，就赵玉这种他稍微那种结实一点的人，越说越不对了，赵玉这种结实的人。练腹肌还好，但是我自己的话是觉得太恶心了。黄婷婷有腹肌吗？婷婷有吗？我没有看过哎，我下次扒下来，不是看一眼。她是有马甲线还是有腹肌啊？我觉得她感觉也是瘦的，因为我自己在特别特别瘦的时候。就会有马甲线，但是那个马甲线也不是马甲线，只是瘦下来的线而已。哎呀，想马甲线的话，自己 P 一 P 就好了嘛，这种东西。胖子才练腹肌呢。我们好像。经常我见到，就是有的时候在演唱会后台，然后有人在那里，在这边开始扫阴影，在这里扫阴影，腰上扫阴影。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想扫，但是我觉得没有用。就是从美术学的角度讲，感觉并没有什么用。要是我想瘦腰的话，我直接拿2块黑的在这里，咔咔两条。就好了嘛。我暴露了啥？我就算暴露了，你们也不知道是谁扫了阴影啊，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扫了也看不出来。我不是说我们队的，我们队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我们队的有在那个腰上扫阴影，因为大家都好瘦。戴萌是有的，你们怎么知道？不是，我不知道啊，我可没有看过戴萌。你们为什么说他有啊？他不是自己本来就有腹肌吗？真的是，你们是，
没有吧？孔祥英也没有吧？没有，我看见的那个人不是戴萌，你们搞错了。真的搞错了。不是不是不是，你们没有猜中过，没有人猜对过。还肯定是，肯定是，咱俩赌钱的呀，是不是？真的搞笑！不要猜啦，我是不会说出来的。看这里面，哎，好恶心，算了。你们都在猜些什么？我没有看到有人猜中过，可能有我不知道吧。我们换个话题吧。现在已经直播了21分钟38秒了，我在22分33秒，22分多少来着？22分23秒的时候就会走掉。还有将近20秒的时间。哈哈哈哈哈哈！好啦，结个尾吧。那个欢乐的时间总是暂时的。我们什么来着？今天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大家可以做个好梦。好吧，那你们要聊什么？睡不着。那你们要聊什么？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聊波南啊。波南，波南我还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就只看了照片而已。那个，不要说我生蛋了，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科二过了吗？没有，没有开始，没有，没有开始考呢，因为我最近虽然一直在学车，但是我把我的暂住证搞丢了，跟着我的钱包一起丢了。然后这样最近暂时就考不了，而且可能最近要回家一趟，因为要回去办那个港澳通行证的签注，那个签注也过期了。本来在上海就可以那个签的，但是好像因为我的暂住证丢了，然后就签不了了，我就得回家。而且说现在上海的那个暂住证不是不好办吗？不是又丢了，就是我上一次丢的那个钱包啊，就是我上一个丢的钱包啊，也不是又丢了，我只丢了一个钱包而已。而且我现在那个钱包是娜娜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然后，而且她在我就是钱包丢之前，她就给我买好了，你知道吗？等她给我买了这个钱包之后，我的钱包立刻就丢了，然后她好开心，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哎呀，她。他给我送礼物的时候，还在里面写了信，然后说，那个，我在你钱包丢之前就给你买了钱包，但是没想到你真的丢了，那正好，多坏，你说这个人。我们前几天打麻将嘛，因为我粉丝送了我一套麻将，但是我在房间里面放了大概能有。年了吧，就去年的时候送的，是一套那个 Hello Kitty 的麻将，就这么点儿，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然后打起来我们都得这样，这样，对，这样吧，特别特别小的一副麻将，但是洗的时候哗哗哗哗，声音好大，
前两天我们那个一起吃完，就老来俏一起吃完什么东西，然后太无聊了，你就说干点啥吧。然后说那边有一副麻将，打不打？就开始打牌了。然后前几天我给你们发的那个，我挣了20块钱嘛，对，我挣了20块钱。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们起始资金是每个人5块钱，也就是说，我把他们的都挣过来了，而且还有人输光了，然后我又给了他1块钱，然后他又输给我了。嗯，只有那一天，就前天，只有前天，我把他们的钱全都赢过来了，但是，实际上，剩下2天都输得很惨。而且我大前天的时候，昨天前天大前天，对，我大前天的时候打麻将打到头昏眼花，最后一就是直接躺在床上，一量体温38度，打到发烧，我的天！然后我大概第二天的时候就一直躺在床上，那天我妈妈都过来了，就是前天的时候，我妈妈过来，然后本来想准备陪她去逛街啊，买点什么东西的，结果。然后，结果我就跟我妈说不行，我瘫在床上起不来了。然后我妈就自己过来看我了，太搞笑了。然后我妈过来了之后，给我送了点吃的。后来下午又没事干了，然后干什么呢？打麻将吧。然后我一听打麻将，我嗖的一下就起来了，然后打打打打打，打着打着就好了，用脑过度。反正我觉得我发烧的时候，如果不是烧到就是39度，我是完全没有感觉的。现在不是我妈打麻将，我妈不会打。你知道昨天？我们大概实际上没有玩太久，就一般，大概也就玩个2个小时吧左右。我们从来都是规定就打到12点就不打。然后那个，对，昨天我们开了一个群，叫做马友联盟。然后我们几个人在群里面，群里面大概有几个人吧，就那么1、2、3、4、5、6、7几个人吧。然后群名叫"马友联盟"，是大哥起的。一开始我看到这个群名，我昨天在外面跟我妈逛街的时候看到这个群名，什么鬼？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我不小心被拖到了一个那个应援群里，是大哥起的，不是娜娜起的。但是昨天输得很惨，昨天把钱全部输光了，我的5块钱全部输光了。而且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只要有一个人把钱输光了之后，我们就会换位置。因为我们房间是南北朝向的，我们觉得东西朝向这两个位置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就会换位置。我们打的是，而且我们打麻将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就自己的一套胡的规矩。小钱的话叫什么什么什么胡来着？叫什么胡？不知道，忘了。反正就是怎样都能胡的意思，就没有那么多讲究。炸胡不是炸胡，不是的，四川麻将很难打的。反正我们就是那种怎样都能胡的那种模式，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对，垃圾胡，对，垃圾胡。对，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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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胡。是的，是的。完了之后，昨天我们打的时候，娜娜他妈
突然给他打了电话，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都吓死了。娜娜在这边一边跟他妈打电话，然后一边我们在这边抓牌，然后打的时候都好轻好轻，生怕被他妈妈发现。我们就觉得，就如果，一般家长就这种小孩子的家长，如果听到孩子在打麻将，估计会骂的吧，估计会生气的。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就 特别小心的去抓牌，一点声音都不出，特别小心的抓牌，然后特别小心的放牌，然后也不说话。我们几个就在那里安静的打，而且那个我就不小心把麻将放到桌子上，嘎噔一声，然后大哥就一个眼刀蹭过来。瞪我，小四也在瞪我，然后娜娜这边，喂，然后我就听到他妈那边说，啊，你在干嘛？然后娜娜说，最近在排练啊，然后说，四八偶像节的排练啊，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笑，你知道吗？然后娜娜挂了电话说，不能让我妈知道打麻将。然后我说，确实，如果你妈知道的话，估计觉得你那个什么吧，觉得你打麻将不太好吧。然后娜娜说，不是。因为我如果现在让我妈知道打麻将的话，我过年回家，家里人全都拉着我打麻将。原来是这个原因哦。他妈妈不知道的，他妈妈，你们不告诉他的话，就不会知道。对呗，会打为什么不打呀？就要害娜姐回去被亲戚拉着打麻将。娜娜她上道很快的，因为她一开始不会，她不会，但是她一坐在那个桌边就已经起范儿了，你知道吧？就是已经有那种感觉了，而且感觉她是赌神附体，就她根本一个根本不会打麻将的人上来就刷刷刷刷刷，胡了，就这样。然后大哥他之前也不会打，然后他刚开始两局的时候都是那样。我在旁边教他，然后小钱、小孔和那个孙基他们三个人在那边打，然后我就这边教他，你打这张，你打这张。完了之后，大哥就在这边一边玩手机边，麻将好无聊哦，真是个很无聊的东西。然后打了两三把之后说，哎呀，我都快睡着了，哎，就在那里一脸就是兴趣很没有的样子。结果到了第二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了。四处叫人来来来来来搓麻将，而且强拉着人家过来，然后叫娜娜也过来，然后周姨也过来，然后全部都带过来。然后我们过两天就问他说：“大哥觉得麻将好玩了吧？”然后大哥说：“我觉得还是不是非常有意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上瘾。”发卡这两天不在，但是我们就是本着小小打怡情、大大赌伤身的目的，就是我们是短时间、高效率、低成本的打麻将，而且过了12点一定会解散。就我们几个都不是那种非常而且一共就5块钱。还能怎样？我哪知道发卡会不会打？他最近不在，也不是不在啊，是不在。对，没有看到他，感觉。他确实不在。没有，我觉得发卡应该不会打，而且有陕西麻将这种东西嘛。反正我记得，就我印象中。我有一个初中，不对，高中同学，他妈妈是职业打麻将的，就是，好像大哥，就是大概打麻将一天能挣上个三四块钱，然后三四千块钱，我当时觉得好厉害，不是说职业打麻将，哎，是说他没有工作，然后靠着打麻将挣钱，知道吧？而且他能挣很多钱。他可以打麻将养家，我觉得好可怕，这种人。
这个女人就是我之前那个时候去她家住，然后玩儿，她妈妈就是一种给我一种那种非常社会大姐的感觉，然后天天白天就打麻将，而且开车的时候就是像那种老司机，而且一脚油门踩到底，然后我上她车的时候感觉就是想系10条安全带那种感觉。我有一次那个去我这个同学家住，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起来晚了，就第二天还要上学嘛。然后我们两个起来晚了，大概7点半要到学校，结果我们7点钟才起来。7点钟才起来之后收拾收拾，7:15下楼，然后他妈妈就说快点快点快点来坐我车，结果大概十几公里的路，很远的反正。早上还堵车，他唰一下就开到了，然后就没有迟到。我当时心里非常感动，但是也有点遗憾，因为我想要迟到来着。我觉得迟到的话还可以不上早自习，多好。现在没有联系了，那个女生去加拿大了，留学去了，然后后来就。哎，关系一直很好，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玩人人啊什么的，然后都有联系，后来就没有了。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你们就有那种非常喜欢逃课的感觉吗？反正我是自从学了美术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就。因为我觉得学习的话很无聊啊，而且自己学学就好了，不想上课听课。上课的时候喜欢睡觉和画画，然后学了美术之后就想，反正文化课不重要了嘛，然后就一般都是在画室里待着，然后或者是回家。我那个时候没学美术之前，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非常，认真上学的学生，但是，还是不太喜欢上课。然后，我们那边学校其实抓得蛮严的，其实抓得蛮严的，就是，迟到的话会被，通报啊、批评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我有一天就真的是迟到了，真的是起来晚了。然后那边长春下很大的雪嘛，长春下雪下很大，然后堵车，再加上起来晚了，我大概能迟到了能有1个小时。然后想想怎么办呢？我天，要被抓了，特别特别的害怕，因为老师也会说，然后学校的保安也会说。然后后来想想，哎，实在不行了，然后我就在那个学校旁边的那个。就是雪融化了很脏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花坛，就是雪融化了很脏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花坛，就是雪融化了很脏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花坛，就是雪融化了很脏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花坛。现在有了吗？啊，我的天呐！那个刚才发生了什么？好诡异哦！因为我是用那个，我是用，哎呀，我的纹身贴，不要动。刚才我是用那个4G 嘛直播的，结果突然那个不服务了。然后我刚刚怎么搞都搞不好。是因为我没流量了吗？还是欠费了？反正就是一下子突然关掉了，关掉了。而且我手机没电了，充好像也没充上，才发现我没充上。哎呦我的天！我刚刚讲到哪儿了？你们是不是差不多应该睡了？因为我们一直就是胜利的游戏起得很晚，所以，
说到雪呀、啊，说到花坛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不想说这件事。我好热，我可以脱衣服吗？因为里面穿的还是上次的衣服，所以我有点不想脱。但是我现在太热了。哎呦我的天！对，我是故意摔的，没错。那是我唯一一次翘课，然后还那个，就是还跟老师说谎。现在觉得，感觉如果我是老师的话，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没有结巴，就三个字，摔倒了还能结巴到哪儿去？摔倒了。我那个时候说假话是不磕巴的，但是现在会，可能因为就是太久没有说谎。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小的时候不是家长总跟你们说嘛，说什么那个，你可以不写作业，你可以那个什么。就老师怎么说的啊？你可以调皮，你可以怎样，但是就是不能跟我说谎，是不是？家长都说过这个吧？但是实际上，你不写作业还是会被骂。你不写作业，你到时候翘课，你去网吧还是会被骂的。真的是，这帮家长，你知道我妈今天给我发微信，发了能有。大概能有三四十条50秒的微信，然后我刚才正在跟那个思佳姐他们吃饭，然后突然我的电话就开始狂响，我一看我当时真的都要晕倒了，因为我觉得我妈可能是人民教师，然后就特别特别喜欢给我上课，每隔2天都要给我上这样一堂大课。我一开始蛮想听的，就一开始他是一条两条的时候，我觉得还能听，但是我看到三四十条的时候，我真的吓死，然后开始本能的反应，我是不是做错事了？然后我就给旁边助理看，我说这微信我从现在开始听起，我要听30分钟，真的好可怕！我妈妈怎么这么厉害？我的天！然后我就大概听了我现在只听到了前面几条，因为我时间，当时也在跟他们吃饭，然后觉得我一直听微信也不太好，但是我也有点好奇，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做错事了。结果是因为我妈妈今天跟我那个小学的校长出去吃饭，然后我的小学校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然后他给我提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然后我妈妈就这边。发微信给我，刷刷刷刷刷刷，全部说出来。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妈以前是我们那个小学的教导主任嘛，所以跟校长关系还蛮好，所以说，现在我跟那个小学老师啊。还有什么的都有联系。天呐，你们有感受过吗？就是你们有感受过吗？就是小学的时候，然后爸妈是学校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你们知道吗？好像就是实际上班里面都有几个的，班里面都有几个那种一个两个，大概有学生，然后他妈妈是教师，而且是学校里面的。实际上他就会压力很大，因为我小学的时候，你知道我小学成绩为什么那么好吗？就是因为我妈妈是教导主任，不能给她丢脸呢。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就学校里面的，老师的孩子都会做什么班干部什么的嘛，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就是班干部。
我是大队的学习委员，不是大队长，是大队的学习委员。然后那个时候也算是学习好吧，就语文、英语一直都是满分，但是我数学考了98分，我数学一般都是98分、99分，结果他们就说我偏科，而且我爸一直在说我偏科好严重，数学好差。完了之后，后来我到了初中之后，果然慢慢慢慢就随着这个。随着这个心理暗示，我就真的走到了数学只有54分的地步。我2科都是100分，只有1科考了98分，就是偏科了，好难过哦。知道了吧？优秀的人是怎样成长的？然后那个时候，但是我小学的时候，就算是学习委员，我依然不愿意写作业，因为我觉得，写作业占用了我的休息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学校有双休日嘛，大概布置了一点作业，布置了一点点我都不愿意写，然后尤其是数学作业最不愿意写，然后一般星期一都会抄同学的，但是我会把我的语文和英语作业就借给他们抄，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写作业一直被老师批评，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每个人都有个小册子，叫什么"成长的脚印"什么的，然后老师就会，班主任就会给每个人，然后都在那个本子上写上那个，这一周你做的怎么样啊？那种评语，知道吧？然后我们老师基本上就是每周都围绕着我的作业来说话。那个冯硕今天又没有写作业，然后就这样，作为大队学习委员，在这不是不是不是，什么不写作业是一件。非常的希望下个礼拜改正什么的，就这种。然后我有的时候跟那个，那个时候什么事情来着？反正就是周末不写作业，然后我妈问我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然后我周末的时候就开始玩电脑，然后后来我。大概周一，然后早上抄作业的时候没抄完，你知道吧？就是去学校也去晚了，然后抄都没抄完。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一下子爆炸了，老师火大了。结果我妈就真的是冲到教室里，啪就给我一巴掌。我当时真的是好丢脸，好丢脸，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全班同学面前流下了耻辱的泪水。但是我下周依然不写作业，真的是那个时候，老师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就是，会，就是什么事情，好事情、坏事情都会禀报给我妈。但是确实就是，说不写作业，然后说自己写完了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好的，对吧？但是现在，就算让我回到了学生时代，我依然不会写作业。我好讨厌作业！你上课的时候你都搞会了，为什么下课还要回去写这个东西啊？哦，天呐！反正不知道。然后，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我不写作业，就没有什么污点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还特别能那个演讲，我那个时候能背下来七八页的，就那么 A4 纸那么大的那个稿子，背七八页。我那个时候记得在那个学校的礼堂里面，然后讲江姐的故事，江姐你们知道吧？江姐，就是，烈士江姐。然后那个时候讲她故事，声情并茂的在全校同学面前。我把七八页的稿子都能背下来，然后给他们讲，而且我还能把自己讲哭了。但是我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我只是把它背下来了而已。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一段，就是说什么那个，就那个时候有那种酷刑嘛，然后说什么什么筷子夹在手指中间，然后一直
一直什么掰什么的，反正就是这种话。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哭点就在这里，你知道吧？就是江姐受到严刑拷打，然后还那个不供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觉得哇，好疼啊！然后我就哭了，对，因为疼所以哭，我没有感动，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理解，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真的不懂，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只是背下来了而已。而且，我那个时候竟然能把全校的大部分同学全部讲哭了，啊，对，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假手指，对，钉到手指里面，对，就是这个。我那个时候能把学校那么多同学讲哭了，但是我现在想想，他们估计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因为他们也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他们只是觉得疼。那个时候我们太小了，真的是。但是现在就是想一想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觉得能理解。小学的时候真的不理解，只是那个，有感情的背诵而已。唉，真的很疼，我现在想一想我都疼。初中没什么事情。初中真没什么事情，因为初中不如小学有意思。大学也没什么事情，高中也没什么事情，我忘记了。谈恋爱真没有，我什么都不懂，我特别晚熟，就是初中的时候，因为在小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嘛，然后就考上了一个。非常压抑的一个初中，就是全部都是好学生，而且是特别厉害的那种，一个比一个赛一个的成绩好，就没有小学的那种感觉，没有小学那种玩的感觉。而且我初中的时候依旧不写作业，然后那边的老师呢就不会很惯着我，就是我小学的老师会温柔的说我，但是初中的老师就不会温柔的说我，他们只会给我冷暴力。但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对我特别好，因为他跟我住一个小区的。然后初中2年的时间，大概每天都在，那个就是拿车子送我去上学。然后我每天那个放学之后，都会坐老师的车子回去。反正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从小到大就是跟老师有不解之缘。然后，初中的老师，初中的老师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实际上，我非常想看他，但是，我不记得他住在哪儿了。就是虽然跟我是住一个小区的，但是我不记得他是哪栋楼了，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过去，也不敢去敲门，觉得不太好意思。一旦他忘了我了怎么办？而且初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起去海边烧烤，我们一起去海边，就是全班同学忘了是庆祝什么节日了，然后就去海边烧烤，是那种自己，不是去的饭店，就是我们自己，买的那个烤炉，然后自己往里面放炭，然后自己生火，对，然后出事儿了，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反正哎就不说他人怎么样了啊。他那个时候我们老师班主任正在生火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瓶酒精就倒上去了，然后那个火直接就那个就是烧到老师脸上。然后当时还好我们在海边，然后老师就冲到海里了，但是他这边也全部烧坏了。但后来就，那个事情之后，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少。对，而且我们那个就是我这个班主任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这个老师，但是这个老师人特别好，就是也没有去追究这个学生的责任，也没有怪他。然后
就消失了半年之后，然后就回来了。但是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转学了，然后那个学生就被送到别的班级里去了，大概有这么个印象。我初中的事情记得不是很多了，就这些事情记得。我小学的记忆比较深，初中全部忘记了，因为感觉都不是什么好事，然后就全部都是学习学习学习，而且那个时候我数学特别特别差，就是数学差、数理化差的这点就在初中显现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数学分数一直考不高，然后什么事情啊？但是有一次就是我们考那个奥林匹克，就奥数，然后那个时候说，每个班级里面选3个人，然后可以进到那个奥数的精英班。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场考试，然后发给我们那个卷子，我就觉得那上面的奥数好简单啊，然后就不像那个我们平时学的数学那么难。然后我就啪啪啪答，结果答了很高的分数，然后就进去了。一般我平时数学在班里也只能就是三四十名的样子，结果奥数就进了那个班。进了那个班之后，我们老师竟然给我一顿侮辱，然后说什么连分数都能进去，你们都进不去，怎样怎样的，就说我们班这帮好学生。然后我进了那个奥数班之后，又开始学一些乱七八糟的数学，我又听不懂了。然后我们老师来了一句：“切，不行就是不行。”然后我后来就那个班，我去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就放弃掉了数学，完全放弃。不过我觉得那个老师也不是就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因为那个老师后来我觉得他还挺好。他后来就是开了小班，然后我去他家里上课的时候，就觉得他人还是挺好的。好了，快20分了哦，我要睡了，一会儿卸卸妆睡觉了。拜拜。那个明天记得看直播哦，拜拜。关不掉，关不掉，为什么？